右脚向后蹬直，但是前面的这个脚要微微弯曲，不要膝朝身，然后骨盆是呈正立位，腰腹挺直，向后抬，向后抬臀。这时候你去用手摸一下你整个臀部臀线，还有上臀，抬得向上抬，这个是可以刺激到你的臀大肌。如果要是你重心不稳的话，你就可以去手扶一下东西。每抬一下都要感觉到臀部在向上的刺激感，在向上收缩。好，第二个动作，前面的腿还是微微弯曲，但是你的脚尖要向外打开，同时你的身子和脚尖是同位置，就是向侧面，然后这个脚先在旁边点一下地，再到后面。这个练习的是你的侧臀，去感觉到你的侧臀，你用手放在你的侧臀上，去感觉到你的臀中肌的发力。如果要是重心不稳的话，可以去扶一下东西。